林毅，你全力做到的最好，可能还不如别人的随便搞搞。零二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。零三，你以为有钱人很快乐吗？他们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。零四，你们之所以喝鸡汤，是因为肉被别人吃了。零五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。零六，别灰心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起起落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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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零七，有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是为了告诉你，你真好骗。零八，比一个人吃火锅更寂寞的是，一个人没有钱吃火锅。零九，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，不知道什么叫绝望。是男女之间一定有纯真的友谊，因为每一个认识我的女生都说最多只能跟我做朋友。十一，该辞休学创业成了世界富翁，但人家修的是哈佛大学。十二，不要没完没了的修图，你现实中长的丑我们都知道。十三，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，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。十四，许多人说选择北上广的原因是发展机会好，但他们说的发展实际上指的就是打工。十五，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一无是处时，别绝望，因为至少你的判断还是对的。十六，不要看别人表面上一帆风顺，实际上他们背地里也是一帆风顺。十七，哪有什么选择恐惧症，还不是因为穷。十八，你无法叫醒一个不回你消息的人，但是红包呢？十九，虽然你单身，但是你旁若两人。二十，好女孩只得到了好字，而漂亮女孩却得到了所有。二十一，你只知道人家化妆比你好看，却不知道他们卸了妆，不仅比你好看，皮肤还吹弹可破。二十二，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。说实话，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不好，我不知道她怎么笑得出来。23，像我这种连名牌都不认识几个的人，有时候连别人在炫富都感觉不到。24，喜欢一个人就去表白，万一成备胎了呢？25，善良没用，你得漂亮，还得有钱。26，上帝是公平的，给了你丑的外表，还会给你低的智商，以免让你显得不协调。27，为什么总是天妒英才呢？因为没人管笨蛋活多久。28，长的丑就是病，不然整形怎么叫。29，学校教学楼厕所放镜子，你以为让你整理仪容，你错了，是为了让你知道人丑就要多读书。31，些人常会被骂说每天像猪一样爱睡懒觉，真的是太委屈了，猪都比你早起。31，人生很多事终究是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，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，久了就变好胖。32，这段日子迷茫又黑暗，撑过去了会有下一个黑暗等着你。33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前任的喜帖。34，你听过的情话不都是为上床做铺垫吗？35，谁说你没有毅力的，单身这事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？36，女追男隔层纱，除非那男的本来就对你有好感，不然隔的基本都是铁丝网，还是带电的那种。37，聊你不是因为喜欢你，而是因为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很容易睡。38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身边会有一群关心你的人，他们会问你发生什么事，听听你的失败经验，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。39，等你以后老了走不动了，我就每天用轮椅推你到广场上去，让你看着我和别的老头跳舞。40，有的人是来爱你的，有的人就是来给你上课的。41，如果一个人秒回了你，也只能说明这个人在玩手机而已。42，你以为他是不会表达，其实他就是不爱你。43，以前觉得靠关系的人一定是很无能，接触过后发现人家样样比你强。44，你努力过后才发现智商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。45，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去告白，不被拒绝一下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小仙女了。46，不努力的女生
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，逛不完的菜市场。努力的女生，你就没时间逛地摊，因为你只能加班叫外卖、逛网店。此时期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，一生只够来一个人，但是能耐很多届。48在你深夜失眠时，人家早就呼呼大睡了，在你孤独时，别人早已有了新欢，在你怀旧时，别人早就将你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所以别再因为他继续熬夜了。49你才20多岁，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，往后你会发现大概是遇不到了。50现在的人天天手机不离手，要回你消息早就回了，单身没关系，以后单身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